但是很多有钱人啊，专门爱捡便宜啊，哪儿便宜上哪儿去，啊，大钱不吝啬，小钱特别抠，这是我们很多富翁的一个特征。这个英文里啊有个词儿啊，有个词儿呢，呃，我们其实没有啊，中文里没有，他就是说这钱呢是新钱还是老钱。 我们说有什么新钱老钱？我们只有新钱和旧钱啊。新的就是刚从银行印刷的那个新票子，巴拉巴拉作响的，这叫新钱；旧钱就是一个揉皱了的钞票。他不是这意思。英文中的老钱是指几代人沉淀下来的钱，叫老钱；新钱是刚挣的。我们很多今天的买家，就说起来，我们今天的富翁都是第一代富翁，所以这钱都叫新钱。 新钱呢，用途就比较多，比如要投资啊，是吧？呃，要理财呀、啊，想这想的多。老钱呢，他就不去想这个。那么你说中国啊，有多少人能花五亿多人民币去买一个艺术品呢？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分析啊。你比如。 买得起的啊，我们先说能掏出五亿五千万块钱买一瓷瓶的不眨眼的啊。第一是大国企，我认为像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国移动啊、中国银行这种大国企，他拿出五亿五千万人民币啥事没有啊，他绝对拿得起。但问题是制度决定他不能拿，所以他不成。第二呢，就是大的上市公司啊，超级大公司有钱。 啊，你让茅台酒啊，公司市值大，拿出五亿五算啥呀？啊，但是制度不允许他去买一个瓶子，你不能说让茅台酒这种上市公司去抽出五亿五买个瓷瓶子，说不通，所以也不能买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私企，小的私企咱不用说，就你那个公司还值不了人一瓶子钱呢啊。大型私企一般情况下，你要抽走五亿五现金啊，这种流动资金，你马上这公司就失血。 你马上公司就没有生命力啊，所以大型的私企抽走这些资金也不可能啊。你说我们有的房地产公司很大，你看那房地产公司还欠银行好多钱呢，银行也不允许他拿着钱去买瓶子。那么想来想去，唯一能买的是谁呢？就是可能搞金融的啊，搞金融的啊，一笔倒来倒去赚一笔大钱是最有可能买的。但是呢，我们。 要能花钱买艺术品，花这么大钱买艺术品，一定他要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拿这个东西干嘛？五亿五人民币啊，我们按照中国银行的一般利息，一年也要生成几千万的利息啊！你搁这瓶子没用，往那儿一搁，几千万利息就生成了。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支撑，那你的每年的这个钱在流失。所以买贵艺术品一定要想清楚，它最终是干嘛。 由于买家不付款啊，因为这买家很清楚是我们北京的，使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诚信完全受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中国人在海外建立的信息呢，就一点一点的啊，尤其在拍卖行里呢，就是损失殆尽。你比如我早年去苏比佳士得啊，一开始我最早去的时候呢，见不到大陆来的人啊。 我们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的信誉。你比如我有苏富比、佳士得的那种贵宾卡，在全世界啊任何一个这个苏富比或者佳士得的这个分分号里啊，我只要把卡一刷，他啪就扔给我一牌子，然后你该怎么买你怎么买，买完了你就走人，你该交钱交钱，该取货取货，啊，没有人审查你。那么在这个瓶子之前啊，零九年的时候呢？ 这个法国拍卖那个兽首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一个兔子头，一个老鼠头啊，当时也是这个卖的很贵，呃，和人民币一个多亿一个啊。结果是谁买的呢？也是我们国内的买家买的。买完了以后呢，不付钱，不付钱说什么呢？说这东西你是当年给抢走的，我就买了不付钱。你知道他不管他当时怎么抢走的，你通过国际的司法途径都可以去索要索取都可能。 你诉讼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说买了不付钱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两起在国际上比较大的不付款事件呢，就导致中国人的整体的信誉受损，啊，受损到什么程度呢？所有中国人的信誉重新评估，每个人都评估一遍，很多人原来到拍卖行可以随时拿牌去这个买艺术品的都不可以了，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押金。 我们的社会，大家今天都能感受到信誉的损失给我们社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成本？我们今天的社会呢，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对方的私约了。过去的社会啊，最良好的社会是私约大于公约。我们今天被迫用公约来限制私约，私约不起作用啊，私约可以随时反悔。可是，在我们的古代社会，私约啊。 超过了公约，什么叫四约？就是我说话算数，一言九鼎，驷马难追啊。那么这个乾隆时期的洋彩套瓶啊，呃、嗯，最终呢还是以一个可以说圆满的结局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他什么时候重出江湖呢？我们不清楚。我们真的希望，将来有一天这个瓶子又重出江湖啊，让所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这样一段故事。 让所有人面对它的时候知道我们啊，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历史曾经有一段啊，中国人曾经买过它，没有取它。我希望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按照全球的商业法则把这件东西买回来。八六零年攻入北京以后呢，从这个圆明园弄过去了。我认为啊，太可能了，甚至。 就是这么一个途径，你们想想啊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，大量的东西都运往了这个欧洲，主要就运往了英法。英国一波啊，你比如这个我们都讲过的《放山居》啊，那一大波，英国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里也有很多，法国呢，枫丹白露宫里完全都是圆明园的东西。 所以这个这件东西从它的质量来看，从它的稀有性来看，它应该是从圆明园出去的。那么这瓶子上拍以后呢，就这班布里奇呢，它的招商方式呢就很简单，因为小拍卖行嘛，他就在这网站上就公布啊。有人说呀、啊，酒香不怕巷子深啊，其实今天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。 今天主要有赖于现代的这个信息，嗯，现代信息传播速度特别快，因为是网络嘛。呃，虽然班布里奇公司呢很简陋，但是你架不住他一上网，很多人就会知道啊。呃，去过他那家公司的人都说，说他们那家公司就就不像个拍卖行，像个乡村车马店，啊，连个呃拍卖图录都印不起啊，就印个简单的小册子。最最初的那个宣传那个。 这是一个折页啊，这个瓶子印的跟邮票那么大一点儿。呃，当时我看到那个小照片都看不太清楚啊，我说这这这也有点太小了吧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人就就跟我说说你还不去买这东西很便宜。我说只要上了拍啊，无论多多么闭塞的地方，今天啊在现代信息网络中立刻就名扬四海。 我想，对中国瓷器关心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东西要拍卖了啊！它的传播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当时，班布里奇还拿着这个东西跑到这个法国的一个大博览会啊，艺术博览会上去咨询，就很多人都告诉他信息，说这东西很值钱，至少你得值个一百一百万这个美金或者一百万英镑啊。结果拍卖的时候呢？ 这个小镇啊，这个小镇很小，从来就没来过这么多中国人，所以就聚集到这个小镇呢、啊。大量的中国人就就去了。我想啊，虽然有看客的心态，但是大部分人是想去捡漏的啊。所以在会上互相见，哟，你也来了，因为这个艺术品这行啊，人都差不多互相认识，不认识也混一眼熟，所以看着这人都是熟人啊。 有人都说你买嘛？那大家说哎不买不买，就是看一看。你想想，在英国的这样一个小乡镇上啊，跟乡下没区别。你去看热闹？不可能，所有去都本着捡漏的心态。当时啊，这个藏品的这个主人呢，就跟这个公司的老板说呢，说这东西得报多少钱呢？老板说，经过反复咨询。 说这个一百万镑肯定是有这钱，那咱就八十万起价。那么八十万就开始起价啊！那天那满场的人非常的多啊，据说百分之八十啊也没有精确统计，就拿眼睛一扫一看，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，都是我们这黄皮肤啊黑头发的人。结果这八十万一起价呢，满场冷场，没有人伸手。 行话叫“鸡贼”啊，特鸡贼，谁伸手也不是谁的。这拍卖啊，分很多种啊。我们简单的说有两种，一种叫荷兰式拍卖，降价，在报价的同时啊，不停的往下走啊。比如一百万、九十万、八十万、七十万、六十万，只要有一个地方有人伸手应价，这东西就是谁的，啊，就看你谁先伸手。而英式拍卖呢，是由低往高喊啊。 你先伸手没有用，你先伸手是给别人呢做一铺垫，所以呢，真正买东西的人都不愿意先伸手。你比如我在拍卖行啊，买东西我从来都不先伸手，先伸手没有意义。结果呢，都冷场啊，没人伸手，没人伸手不代表没人买嘛，心里都都惦记着。这时候呢，这拍卖师就想了想，说说这么着，重新来啊。 你不是八十万没人要吗？我往下来五十万，嗯，往下来就是七十万、六十万、五十万就开始往下降。结果呢，就有人伸手了。这一伸手啊，那就别绷着了，因为你伸手，别人不伸手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呀。所以就不停的搏杀，这搏杀时间就长了啊。我们一般拍卖一件东西啊。 少则三十秒，多则三分钟，也就结束了。这件东西拍了多少呢？拍了半个多钟头，由八十万磅降到五十万磅，由五十万磅一点一点的啊，反复交替，多人出价，有多人出价，现在也计算不清了。最后呢，四千三百万落锤，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啊，和五千一百六十万磅。 呃，当天的啊，英镑和人民币的牌价折合五亿五千万，这就是中国艺术品的一个世界纪录，也是一个神话，就这么就诞生了。那在拍场的两位这个老人啊，这兄妹俩岁数很大了啊，看着这些价格呢，就不停的飙升呢，就这血压就升来了啊，气儿就短了啊。你知道这人呐，一激动，心跳就快。 心跳就快呢，血就蹦得快，血这个运转的快啊，循环的快呢，你的氧气就感觉不足，所以你老觉得气儿短。他没法相信他爹啊，这无意中啊留下的这瓷瓶值这么多钱。咱先别说他最终落锤是五千多万英镑啊，就是一百万英镑，在全世界哪儿都算一大钱。嗯、结果呢，这拍了五千多万镑。 这个当落锤的时候啊，这个兄妹俩、啊、这脸色都煞白啊，然后逐渐逐渐缓上这肉色啊，然后呢，开始有点这个笑意了啊。呃，拍卖师呢，因为特激动，给那木锤差点给敲折了，所以这老板呢，就是拍卖老板啊，他这个拍卖师和老板就是一人儿啊，小拍卖行都是这样，自个儿当老板。 自个儿招商，自个儿拍卖，自个儿包装，自个儿迎门迎客啊，都是这些事儿啊。一个一个人包罗万象，就这老板啊，班布里奇呢就特别高兴，说呀，我能够非常荣幸的经手这样一件艺术品啊，中国艺术品，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拍卖行啊，也能够做这么大笔的交易，我这终身都没想到啊。其实我都可以退休了。这老板很容易算账啊，四千三百万落锤，他收佣金多少呢？百分之二十。 那就有八百六十万英镑啊！这八百六十万英镑，啊、英镑你退休连下辈子钱都够花了。这个这里谁高兴呢？卖主啊，这兄妹俩啊高兴啊。这个委托行啊，拍卖行高兴，委托人高兴啊，说一下帮人家卖了这么大一笔买卖，自个儿还中了挣了这么大一笔巨款啊，也高兴。 那么在场的人呢？没买到的肯定是不怎么高兴，买到的人也高兴啊，多方都高兴，新闻媒体也高兴，欢呼啊！新闻遍及世界各地啊，所有人都当着传奇去念叨。可是万万没想到是什么呢？咱这买家不付款，没钱啊，没钱没法付。这买家就是咱北京的啊，大老板没钱了。 那么，一，一几天不不付款，人还等你啊？时间长了，人就开始毛了。这拍卖行就说：“哎，这人怎么不给钱呢？”这在国外没有这事儿啊，外国人都很诚实、很老实啊，没听说过有这样一种事儿，就是买了东西不给钱的。最后逼的啊，班布里奇就是这拍卖师的老板，和这个约翰逊就是这瓶子的所有人呢，俩人结伴而行，一块儿来到这个中国呢。 讨债，那可惜呢，没结果。为什么到中国来找不着人呢、啊？他什么时候来的呢？他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来的啊。来了以后没有啊，找不着人，人也不给他钱，找谁谁没用，中间也没人斡旋，两个人就权当一次旅游，因为这俩人都没来过北京啊，也没来过中国呀、啊，这一次就算在中国旅游了，就回去了。按照我们的说法，就是。 这个扫眉打眼垂头丧气的就回去了。那么在这期间呢，这个事儿就开始被很多人这个关注啊，说这么大的一个天价艺术品啊，这个到今天啊啊成交不不交割，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儿啊？《泰晤士报》的记者就来找我，跟我这儿采访，说您这个是这个行业的人啊，您对这事儿怎么看？ 说这买家是不是出于什么政治原因呢？是不是因为爱国呀？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啊！我说一定不是这个事儿。我说他不付款的原因极为简单，就是他没钱了啊！有钱他凭什么不付啊？他就是没钱，对吧？你不信？你说这个四四千三百万加上佣金五千一百六十万，说您给五千一百六十块，你看他付不付钱？他马上就付钱，他没任何原因，就是。 没钱，啊，付不起，啊，当时一激动，举高了。那么这个事儿又一拖，又拖出去两年。两年以后呢，这件东西呢，在英国呢，这个很低调的啊，通过英国的另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啊，这个公司叫邦汉斯，通过他呢私人洽购。国外的拍卖行啊。 呃，除了公开拍卖呢，经常做一些大宗的私人洽购，因为他有手里有很好的客人，啊、呃，有又有很好的信息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由于没法交割呢，就私人之间斡旋，到底多少钱成交的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私人洽购是保密的。呃，从一般的常识去判断和大概流出的信息呢，这个瓷瓶的成交价呢，大约是它。 这个公开成交价啊，五千万磅的，五千一百六十万磅的，大概是一半的钱。据说啊，买家还是亚洲人，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啊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件事一共拖了两年多，才终于有个了结。呃，那我们就要想哈、啊，五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，这瓷瓶子掉地上可就碎了啊！五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。 啊，它为什么造成这么高的高价呢？啊，这首先是因为大量的人参与。那一天出价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人，所以这个西方人很多年前啊，一百年前就说过，我们是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啊，就是自个儿人拼扎起来啊，都杀红了眼，但是跟人家打仗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啊，这个再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。 西方的重要的艺术品啊，只要出现啊，这个出现它的去向都非常清晰，谁买的是吧？都很清晰。呃，西方的大收藏家、大收藏组织呢，他都是有很好的经纪人制度，他不自个儿去拍卖场，他脑子不会热，因为他不去拍卖场，他不决定这个事儿，他有经纪人，那经纪人呢是赚佣金的，经纪人帮他去买。 西方有很多啊，这个收藏组织和或者是富翁，他不出面，他认为他们出面到拍卖行直接去买呢，很失身份。西方人很认同自己的身份啊，在社会上的形象。比如，他认为我作为啊，社社会顶级富翁，如果我在拍卖场上伸手，是个丢人的事儿。我一定要雇佣我的经纪人，我宁肯付给我的经纪人一部分费用。 他为什么觉得他在这种拍卖行上伸手丢人呢？是因为你伸手的时候，有很多跟你身份不同的人，完全低于你社会地位的人跟你同时竞争，你很跌愤，对吧？你说你是世界级的富翁，你比如说啊，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比尔盖茨、巴菲特啊，他要上拍卖行上去买东西，他伸手我就敢伸手啊，我伸手，呃，我赢了，我就说我我抢赢了巴菲特。 如果他赢了，我也没什么丢人的。我跟巴菲特还产生竞争关系，本身我没有办法跟他去竞争。所以西方的大藏家啊，尤其是收藏组织，一定不出人啊，他都有专门的经纪人这个出场。我早年三十年前我去这个国外的拍卖会上的时候，一上拍卖场，所有的人都知都认的都是经纪人，谁为谁服务都很清晰。今天不是。 中国人很喜欢出风头啊！有些老板啊，赚了点钱啊，马上就冲到拍卖场，自个儿就抡圆了啊，讲究身先士卒，对吧？中国的文化就讲究身先士卒嘛，自个儿冲上去。那么，这种啊，这种经纪人制度和老板亲自去买呢，它有很多差异。什么差异呢？第一个差异是经纪人脑子是清晰的。 他受雇于老板，他就不会乱出价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老板由于自己出价，导致价钱飙升，就是，呃，超大大超出预算，最后不付钱了之啊。所以社会它形成了各种阶层。你比如你到这个英国去啊，你到日本去，它有很多人的消费啊就在这个很很昂贵的地区。 跨过一条街，东西就会便宜很多。他也不去买，他为什么不去买？他认为我为社会就应该在此做出贡献，我不去省这个便宜。中国人可不是这样，我认。